心怎样？不担心的。哎，上海的沸阳。平面过冷，冷面过肯定的叫，听不到。没。冷面过。平面过冷，对。然后回去有梦。哈。没。不是你这么冷的没？谁？你哪层啊？过去啊，过去把我弄过去。呀。这怎么冷的嘛？啊，这么冷。在老婆那喊的，啊，龙龙也挺美嘛。嗯，你们想的多。哎呦，我们喊龙，啊，不是这儿，这里，哈哈哈哈哈。嘿，不咋地。嘿，妈，我们继续歌声的歌，算了。哦，我们接下来的歌声是谁的？几番啊，我们呢？啊，回去先听完，再喊他才能接着进来。你啥听的上？我今天才去过，就有点空啊，一听你就不接。哎，先我等我等会先嘞。啥个？你们都听你的？妈，哎，不是跟你妈在到空房。阿爸。啊，现在空房了呢。啊，不，没有。今天空房了，今天去。啊，今天到看。现在梦中没有，真的没吃好。你干了？你是啥？吃好。对，你那怎么路二十三朋友？你有你个吗？六十三朋友，就就到你下个人那米才是几块钱？快去！嗯，我不要。你来干什么？怎么没进去？哎，弄出去了。有没有？进了。在阿哥家里，你说的。你发现了很黑了吗？嗯，很黑了个样。哦，看来是他们太污染了。嗯，太污染。哦，叫好，你可以叫好看的人家，叫好大伙的。俺老俺老，不白去。俺用那个明天下子怎么去？马上呀，俺老太阳。哦用，那。一个小卡车。哦，你看那龙楼，这些俺们搞不清楚。老公娘送你的，还记得吧？这个俺别看这风景，把裤子都。你放心，你不。俺不管哪个，我都记得。行了，还有小白和咖啡豆。嗯，不要咖啡。啊，你这么大名。哎，姐姐好，我也没啥用了。你可以买呀，你。嘿嘿。你买呀。俺老在啥了？嗯，走，爷爷，够吃的了。